公开了。林俊杰藏耐超久，终于宣布喜讯，粉丝纷纷祝贺称赞。根据自由娱乐报道，暌违已久没有发片的创作才子林俊杰日前曾预告今年将推出虚拟新人，终于在最近亮相，且加码推出单曲《丹宁执着》，让歌迷过过前瘾。 JJ 也透露已经在如火如荼地准备新作品，今年年底会发行全新的专辑，歌迷知道后全部开心不已。而虚拟新人也有团名，叫做消除联盟，老大当然就是 JJ， 团员有四位，主唱兼吉他手叫做喵星星，性格活泼好动，贝斯手叫做果果兔，个性比较追求完美主义，而有暖男特质，个性内向的鼓手叫做齐齐熊，最后一个是个性自我特立独行的 DJ 兼 keyboard 手黄豆豆。 JJ 企图心大，坦然想要挑战更多真人无法达到的目标，希望能够惊艳大众，带虚拟新人登上舞台。 JJ 林俊杰先前曾预告今年将推出虚拟新人，今天终于正式亮相，宣布团名剧名消除联盟，近日更推出首张单曲《丹宁执着》，其中 JJ 也有现身，他已许久未发片，因此也算是一解歌迷的瘾。而 JJ 也透露年底会发行全新个人作品，专辑目前已在后制过程中。消除联盟中 JJ 以师父的身份领军四名团员，性格活泼好动的主唱兼主要吉他手喵星星，超级完美主义者倾向的贝斯手果果兔，个性内向有暖男特质的鼓手齐齐熊，以及特立独行个性自我的 DJ 兼键盘手黄豆豆。 JJ 说会想用虚拟的模式，是因为想挑战更多真人无法达到的目标，无论舞台或是音乐风格等等，希望能惊艳大家，未来也将带上他们登上更多舞台。